你要成为一件武器，用你的单纯，你的美貌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。我说的你都清楚了？是，明白了。我介绍一下，重庆方面军统机要处的主任唐章。幸亏。有的人外表看上去很纯洁，其实他并不纯洁，只是他利用。让人图个不轮。先生，您看一下，现在的旅馆要香蕉还是要苹果？苹果和香蕉。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好，可能是我太多虑了，上级已经下达了行动，不外围出将军。明白。悲观的人悲观不过怕被维护，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。你在干嘛？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，多亏你的帮忙，事情才能顺利完成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顿温暖的午餐，一个家的感觉。轻松一点好吗？有刺客！走，追，快，快，跑！你最近总板着个脸，你下一个给我看看吧。刺客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你应该知道，像这样的事情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能答应，把我当成你最信任的人，不要瞒着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？你去书房看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你上次说不喜欢我做的，我挑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适合你的。没事，换。既然走了这条路，就不能回头。我热。曾叔叔。下午三点他有约见一位人，大概提前半个小时钟。先不要笑声。明白。等一等，我觉得我明白了。我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错，越来越错。根据结果的变化，派出的第一个女间谍明天下午会将秘密档案移交给他的上司。我讨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像你家人。我就是受不了。莫林将军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我不该沉迷在情感，我是一个没有资格谈论爱情。我给你机会不是为了让你伤我，我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。好熟悉，鄙人唐山海。这个场景，幸亏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是你太多虑了。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紧张的，放松一点。你就在这边安心住下，别担心。